This young man smashed a fish to death. Hundreds of supercars rushed to the market. A rich and beautiful woman stepping out of each one. These five beauties each are unparalleled in their fields. One is a martial arts master. Another the CEO of a multinational conglomerate. One is an assassin queen. And another is a medical genius who can bring people back to life. The last is an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actress. But these important women all convened at the market just to find this fishmonger. 特意过来接你回家，你们认错人了吗？我只是个卖鱼的。弟弟，是你和我们的许元经理报告。我知道这种事情一般很难接受，没关系，姐姐会给你时间的。我们明天还会过来的，我们走吧。 是财团总裁秦安喜。龙主，尹龙集团千亿订单已按照您的吩咐送到了您的未婚妻手上。傅氏集团这三年在您的暗中扶持下，已如日中天。还有件事要安排你去做，调动尹龙店案部，给我去查一下刚才那五个女人的真实情况。是。 弟弟，快让我们看看。哎，好啦，大家都冷静一下。弟弟，这些年你流落在外，被人收养，姐姐们给你准备了一些见面礼。这是瑞士银行的黑卡，你拿着，当文化钱用。过了7日，我们秦氏财团将昭告天下，将你认祖归宗，回归秦家。这是世界顶级杀手组织杀神殿的令牌，全球10万杀手随时替你调遣。 这是龙国帝师的扳指，龙国国君是我的弟子，见此扳指如我亲临。这是医学天书鬼门13真的秘籍，能够治愈世间任何的疾病，你拿去好好研究。对了，听说你有一个小女友叫傅媛媛，我已经安排管家送去了千亿聘礼，姐姐们啊都盼着你早日成婚，为秦家传宗接代呢。钱，你白送了，我和他已经分手了。什么？分了？ 我已经通知傅家说要过去商量婚事了。钱，你放心，这件事我会去处理的。什么？秦氏集团的少爷要娶我？天哪，刚刚签下了尹龙集团的千亿订单，现在又收到了秦家的千亿聘礼。圆圆，你这是何等天大的荣耀！赶紧通知傅氏全族，邀请江州所有媒体，都用家族所有资金全力准备龙门宴，今晚我姐和傅家。 必将密奏天下。聘礼我先应送来，我们秦氏财团董事长马上就到。快去准备迎接秦总。秦总远道而来，有失远迎，还请您海涵。